不愧是极致之兵，我的赤焰刀已经是五级魂导师的巅峰之作，其刀芒和瞬间烤熟整头巨兽，仍敌不过你。 认输吧。 切磋而已，你就这么想杀了我吗？我有绝不能输的理由。 竟然能以灵魂之力禁锢别人的灵魂，好一个怨灵！但很可惜，在一位亡灵法师面前释放怨灵，就真是活够了。 你现在也感受到被怨灵禁锢、无法动弹的滋味了吧？这种蕴含灵魂之力的招数，不要乱用。我明天还有比赛，等比赛完就把灵魂还给你。娜娜学姐输了。 谢谢你，霍云浩！第一天就连胜18场，还毫发无伤，穆老可真是教出了个好徒弟呀！魂导器的广泛应用是社会时代的进步，而魂师已经存在了数百万年，其中奥妙更加无穷。也正选队员都输给了霍云浩。 下一届斗魂大赛，我们又要怎么对付史莱克学院？
们对待此次交流的态度吗？我再次代表学院向你致歉。我会给你实现报复的力量，让你亲手结束大陆上所有的战争。再见，雨浩，希望我们不会在战场相遇。那天后橘子学姐就退学了，这就是明德塔，简直像一座巨型传导器，是命运之力的提醒。有危机，失败，上！本体无坏，他们是本体中的人。曾跟明德堂作为大陆两大势力，竟然有这么大的仇。我虽然不是日月帝国的人，但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大肆屠戮。小心雨浩，上方有恐怖的气息。竟然不惜耗费本源之力化身虚无，也没有开启本体武关。可他的身份早已暴露，却不愿承认，为什么？毒不死不说出身份，那就是神秘人偷袭明德堂，事情可大可小。说出来了，那明德堂和本体宗两大绝顶势力就难免一战，到时候的损失可不是双方能够承受得了的。明德堂弟子听令，守护自身，启动螺旋魂导差域。八级魂导器，螺旋魂导差域。一个不留。见功臣出手，
本体宗恐怕占不了便宜，我还是先撤吧。可以借用本体宗炸出的引爆，看来本体宗是从外面挖空了这些引爆，然后从地底深处炸开明德堂的地下基地。但是为什么要挖这么多大小不一的甬道呢？难道他们在寻找什么？毒不死只是在正面佯攻，真正的杀手正通过某条甬道寻找着本体宗真正想要的东西。找到了，明德堂地下基地之下竟然还藏着一个秘密实验室。金属人，它内部竟然有上千个精密的核心法阵，而且这些核心法阵的精密程度我闻所未闻。日月帝国竟然还藏着这么先进的混导技术，恐怕就算我进入明德堂学习，明德堂也不会让我接触到这么先进的技术。标记出了星罗城和天斗城，难道这两座城市是金属人的目标？金属人是为了战争而研究出来的武器。这件轨道器一旦完成，必将给整座大陆带来浩劫。摧毁他！暗金空爪，我破坏不了这件混导器，怎么办？星光蓝宝石，星光蓝宝石蕴含神秘的空间力量，是制作储物类混导器的最佳材料。太好了，这些兵器千万不能留在野心勃勃的侵略者手中。我的魂力一下子被抽空了三分之一，还在流失。赶紧撤！多间秘密实验室，不好，有人来了！封神台，本体宗偷袭明德堂，果然是冲着他来的。谁？闭嘴！宗主，得手了。宗主妙算，明德堂防御力量被吸引，属下这一路畅通无阻。我的魔力还没暴露，得赶紧脱身。很好。不好，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。封神台内的魂兽胚胎是活物，二十四桥明月夜是不能收纳的。你不是宗主。
卑鄙的人类，去死吧！这个声音，冰帝，你认识这个声音的主人？是他。我们快追上去！他失去了肉身，灵魂顷刻间就会消散。这个毒不死居然联手在对抗，这股极寒气息，冰帝，他难道就是极北三大天王之首，十大凶兽排名第三，冰天玄女？他的情况很不妙，他原本是处于魂兽化形的灵界状态，封神台被破坏后又试图重回魂兽形态，但他已经没了肉身，灵魂只会迅速衰弱。玄女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必须救他。人类，你们会猎杀我们，付出代价。好，你刚才自爆魂力还能恢复吗？不可能了，我肉体已毁，灵魂极不稳定，随时可能崩溃。天梦，你当初将我变成武魂融入雨浩体内，是不是也能你们在一个人类的体内？对啊，这就是我想到的魂兽应劫之法，葬神计划。如果早点知道，我也不会冒险化形，以至于被人类找到可乘之机。我的灵魂坚持不住了，我必须走了。否则我灵魂崩溃的时候，70万年修为的北元之力爆炸，会将你们全部摧毁的。你不必走。你是神的一缕分神？我是一个不愿意成为神的人类而已。小姑娘，我感到你的灵识极为纯粹，你应该是天地灵气孕育的冰天雪女，你这样的存在不应该如此下场。前辈有办法救我？若是我生前最强的时候，尚有80%的把握，但现在我只是一缕神识，成功的几率不足30%，你愿意尝试吗？玄女，留下来吧。对，留下来吧。玄女你好，我叫霍雨浩，是这片精神之海的主人，我真心希望你能留下，就像天梦哥冰帝一样。你留下来，我只会将你当作朋友、伙伴和亲人。好，
小姑娘，我已将你的本源之力重新封印。你的本源之力过于强大，需要很长时间来稳固封印，期间切不可再受刺激。多谢前辈，一老，谢谢你。这就是你们对待此次交流的态度吗？我再次代表学院向你致歉，我会给你实现报复的力量，让你亲手结束大陆上所有的战争。再见，雨浩，希望我们不会在战场相遇。那天后，橘子学姐就退学了。这就是明德堂，简直像一座巨型魂导器，生命之力的提醒，游记。竟然不惜耗费本源之力化身虚无，也没有开启本体武关。可他的身份早已暴露，却不愿承认，为什么？
毒不死不说出身份，那就是神秘人堂与宁德堂，事情可大可小，说出来了，那宁德堂和本体宗两大绝顶势力就难免一战，到时候的损失可不是双方能够承受得了的。宁德堂弟子听令，守护自身，启动螺旋魂导杀意。八级魂导器，螺旋魂导杀意。一个不留。见功臣出手，本体宗恐怕占不了便宜，我还是先撤吧。可以禁用本体宗炸出的引爆，看来本体宗是从外面挖空了这些引爆，然后从地底深处炸开明德堂的地下基地。但是为什么要挖这么多大小不一的甬道呢？难道他们在寻找什么？我明白了，这毒不死只是在正面佯攻，真正的杀手正通过某条甬道寻找着本体宗真正想要的东西。找到了，明德堂地下基地之下竟然还藏着一个秘密实验室。金属人，它内部竟然有上千个精密的核心法阵，而且这些核心法阵的精密程度我闻所未闻。日月帝国竟然还藏着这么先进的魂导技术，恐怕就算我进入明德堂学习，明德堂也不会让我接触到这么先进的技术。标记出了星罗城和天斗城，难道这两座城市是金属人的目标？金属人是为了战争而研究出来的武器。这件魂导器一旦完成，必将给整座大陆带来浩劫。摧毁他！爱金空脚，我破坏不了这件魂导器，怎么办？星光蓝宝石，星光蓝宝石蕴含神秘的空间力量，是制作储物类魂导器的最佳材料。太好了，这件兵器千万不能留在野心勃勃的侵略者手中。我的魂力一下子被抽空了三分之一，还在流失。赶紧撤！多间秘密实验室，不好，有人来了！
封神台，本体宗偷袭宁德堂，果然是冲着他来的。谁？闭嘴。宗主，得手了。宗主妙算，宁德堂防御力量被吸引，属下这一路畅通无阻。我的魔力还没暴露，得赶紧脱身。很好。不好，我犯了一个低级错误。封神台内的魂兽胚胎是活物，二十四桥明月夜是不能收纳的。你不是宗主。封闭的人类，去死吧！这个声音，冰帝，你认识这个声音的主人？是他。我们快追上去！他失去了肉身，灵魂顷刻间就会消散。魂尘和毒不死居然联手在对抗，这股极寒气息，冰帝，他难道就是极北三大天王之首，十大凶兽排名第三，冰天玄女？他的情况很不妙，他原本是处于魂兽化形的灵界状态，封神台被破坏后又试图重回魂兽形态，但他已经没了肉身，灵魂只会迅速衰弱。玄女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必须救他。人类，你们会为猎杀我们付出代价。刚才自爆魂力还能恢复吗？不可能了，我肉体已毁，灵魂极不稳定，随时可能崩溃。天梦，你当初将我变成武魂融入雨浩体内，是不是也能你们在一个人类的体内？对啊，这就是我想到的魂兽应劫之法，造神计划。如果早点知道，我也不会冒险化形，以至于被人类找到可乘之机。我的灵魂坚持不住了，我必须走了。否则我灵魂崩溃的时候，七十万年修为的本源之力爆炸，会将你们全部摧毁的。你不必走。你是神的玉里分神？我是一个不愿意成为神的人类而已。小姑娘，
我感到你的灵识极为纯粹，你应该是天地灵气孕育的冰天雪女，你这样的存在不应该如此下场。前辈有办法救我？若是我生前最强的时候，尚有八成的把握，但现在我只是一缕神识，成功的几率不足三成，你愿意尝试吗？雪女，留下来吧。对，留下来吧。雪女你好，我叫霍雨浩，是这片精神之海的主人，我真心希望你能留下，就像天梦阁冰帝一样。你留下来，我只会将你当作朋友、伙伴和亲人。将你的本源之力重新封印，你的本源之力过于强大，需要很长时间来稳固封印，期间切不可再受刺激。多谢前辈，易老，谢谢你。